特别风车餐巾。小时候经常用纸叠风车，今天疾风中网教你用餐巾叠风车。这种可爱的造型在餐桌上漂亮极了，对儿童特别有吸引力。你将需要一款餐巾。第一步，将餐巾正面朝下平铺在桌面上。第二步，把四个角向里折叠，形成一个菱形。第三步，把其中两条对边向内折叠至中心位置，形成一个长方形。第四步，把长方形的两个短边向内折叠至中心位置，形成小正方形。第五步，从靠近自己的锤片下面拉出松散的角。第六步，把锤片压平，在每一端形成一个角，然后把右边向下朝向自己旋转，形成两个叶片。第七步，转动餐巾，重复步骤五六，做出风车的剩下的两个叶片。你知道吗？荷兰被誉为风车之国，风车是荷兰的象征。